大家好，我是李云飞。马云曾经说过，努力学习不一定有出息，但是不努力绝对不会有出息。马云说在20岁之前，他想尽力的去做好一个好学生，但是呢，再努力啊，数学高考还是考了一分。马云参加了两次高考，才勉强的考上了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20多岁的马云想去考警察，但是却因为身体素质不达标被刷掉了。那也去过酒店应聘服务员，人家嫌他长得丑不过关。那后来他又去肯德基去面试店员，结果24个人当中只有他一个没有通过。可以说先天的条件马云是并不优秀的，但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呢，一步一步实现了马云今天的成就，可以说是非常励志的一个例子。每个人都想成功，在成功的路上其实大家都很努力，但是呢，你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？那就是有些人越努力越穷，那生活反而越落魄。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以下两点啊，我们必须要搞明白。第一，太多路不如无路，什么行业呢你都适合干反而不是件好事。山穷水尽只有一条路让你选择的话，那反而更容易到达成功的彼岸。就像很多老板，这个行业能干，那个行业还可以干。那这个时候，虽然说你的才能是多面的，但是在创业的时候，那往往就会心系杂念，不能深耕某一个行业。因为啊，一旦当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很容易选择放弃，因为你有更好的选择余地嘛。但是一旦当你投入到另外一个行业的时候，你又会发现又有新的问题会产生，那这样来回的折腾啊，事情没有做好反而浪费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成功的机会啊。那些没有太多特长，只能傻傻的坚持在某一领域的人，经过3年到5年的深耕发展，反而他就成功了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不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，选择的路太多了。那其实啊，哪一条路都是铺满荆棘的，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只能沉下心坚持下去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如果马云当初形象好一点，当了警察，那也许就没有今天的阿里巴巴了。正因为马云先天的条件并不突出啊，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。第二，内心太急躁了。成功最快的路啊，其实就是心无旁骛。我们可以向优秀的人学习，但是绝不能去比较。那如果我们得失心太重，我们的内心就会浮躁，从而让我们静不下心来去做好当下的事情。前两天我的一个广东朋友给电话给我啊，这几年的时间他就挣了几个亿，那么才86年的四川的小伙子。2015年呢，他还和我学习过互联网相关的知识。那反而我的企业因为当初由于在决策上的失误，最终被香港公司收购了。那现在呢，也算是从头开始。那听到这个消息过后啊，我的内心其实是淡定的，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情，看淡了许多的人和物。那我只是祝贺他，并没有和他去比较。那哪怕我现在一天也只挣100元，我也努力的去做好当下的事情。那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态。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处境啊，一旦发现自己的朋友进步的比自己快的时候，那么自己的内心往往就会很浮躁不淡定。那别人一年挣了几百万，一年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，想想自己啊，一年到头并没有做出太大的成绩出来的时候，那内心就会急和乱。那这个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你再没有心情去做好当下的事情了，而一心就想着急功近利啊。我们可以呢向成功的人去学习，但是千万不能去比较。那成功靠的是坚持和努力，我们现在努力是有了，那坚持下去啊就可以了。如果过于攀比，又或者这山看到那山高，那只会让我们的努力白费，不成功也就在所难免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。